这周会有过度伸展的伤害、啊、然后颅底有现状的骨折，加上然后有蛛网膜下腔的出血。连翁他从小是一个蛮贴心的一个小孩子，他三岁的时候帮我盖被子，这小孩子是来报恩的吗？他的生命力很强，意志力又更强，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令人钦佩与学习的一个对象。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、哦、他真的非常想要回去。我现在进步很多，特别是呼吸，然后我再努力的往下一步前进。我觉得他很努力，当然这中间他可能遇到一些挫折，但是他很努力的去克服。我想他的故事也鼓励了许多人，这样的精神也可以带给很多类似的病友一个鼓舞的效果。他发挥了很好的这个特展的顽强的精神，那么他也把这样的一个毅力呢用在他自己在整个这个治疗上面。我觉得梁峰是一个很优秀的，然后很不简单的一个年轻人。从梁峰的身上我们学习到很多，经过那么大的挫折，他还能像奇迹一样站在我们前面。因为就是我记得好像是那时候还在同综合的时候，应该是第17天吧。就像梁峰那时候，他呼吸，他可以用微弱的气声讲话的时候，他跟我太太讲了一句话：“爸爸妈妈，对不起。”小孩子已经在那边在跟生命奋斗啊，还反过来担心父母亲，还跟父母亲说对不起，对不对？特战算比较需要去挑战吧，就试着挑战自己这样，对啊，就是把那种精神就是用在挑战自己的复健，对啊。因为特战教我们的就是主要是不要太，就尽量不要放弃吧，有困难的时候就去解决啊，去面对，然后去处理掉，对啊，就是一直都有一个不要放弃的精神在。都要先走散学嘛，所以大家感情会比较好，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就可能之前的感情都还蛮深的，对啊，所以其实他们来陪我，我真的觉得就是帮助蛮多的。我其实给自己目标就真的是年底可以靠近站起来，然后拿出去走点路这样。真的非常谢谢大家，就是一直帮我鼓励加油，然后帮我打气，因为我当初真的，其实我也没想到说我会引起那么多的注意还有关注，啊，所以我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然后我觉得目前我真的最好的就是赶快努力的站起来，在最短时间之内赶快好起来，真的，我觉得这是最对大家最好的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蒋林强，我这边协助各位伤病们生命节快乐。
雄的国军八零二医院复健当中，状况越来越好了，我再努力进步。谢谢大家的关心。近期患重病毒越来越严重，各位真的要勤洗手、戴好口罩，然后尽量少避免去人多且密闭的空间。在这边也感谢各位医护人员都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